谢谢我们这些美丽的中国女子体操队的队员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这期的名将之夜。在2006年的10月19号呢，他们为中国女子体操队呢取得了53年来从未有过的一个突破。也就是说，中国女子体操队在世界级的比赛当中第一次获得了一枚团体冠军。再次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今天呢，我们就请上这些可爱的姑娘们来和大家见一个面。 特殊的日子，一个特殊的地点，一个勇往直前的体操人53年的梦想，在这一刻被新一代的中国女子体操队所实现。年仅18岁的她们，在追逐着自己人生梦想的同时，还有着怎样的个性？名将之约，中国女子体操队的五朵金花正在播出。 看到这个短片当中哈，就是在你们赢得这个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哈，那天晚上你们是怎么度过的？我是很久才睡着的，因为对我来说意义不一样。那天晚上也是比较晚才睡着。 我因为第二天还有全能比赛，所以会早一点睡。我那天晚上是彻底的睡不着了。<笑>我呢是很想早睡的，然后因为第二天也是有全能比赛，所以。 很早就去睡觉了，但是呢，三天没有睡着，因为很开心，所以，躺了很久才睡着吧。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无眠之夜哈。我想在你们这个年龄，就是说，这么早就体会到了这种成功、这种喜悦哈。但是说，拿到这块奖牌的这个意义。 恐怕就是在他们这个年龄，恐怕还没有体会到那么深刻。我相信，其实对于这个女子体操队最有发言权的，恐怕就是咱们的陆善真陆指导了，对不对？好，那我想今天我们这个谈话不能没有陆指导，来，我们掌声请出陆善真指导，有请。同学们好，我们拍拍手。跟我在拍一下，我举了半天了，来，请坐陆指导。 刚才我想您在后面可能也听到了哈，我刚刚问我们这些队员们，在10月19号那天晚上，真的是一个让人激动、让人难忘的一个夜晚，甚至是一个无眠之夜。我听说陆指导那天晚上也是特别的开心呢。是很开心，因为这个赛前我们曾经几个教练有过这个约定，如果说我们再拿了这个团体冠军。 在那天晚上，我们做好几个教练，因为我们住的边上就是靠近海，就是说，当时就说如果拿了冠军回去以后，衣服全脱了，就跳到海里去游泳去。哦，那天脱了没有啊？但是那天最后没敢脱。自从中国女子体操队成立以来，多少代运动员为了团体冠军而拼搏奋斗，马艳红、陆丽、刘璇、程飞。 这一串熟悉的世界冠军的名字，勾勒出中国女子体操20多年的发展轨迹。他们在各自的强项上都先后登顶，却都始终无法将中国女队带上团体冠军的宝座。俄罗斯、罗马尼亚和美国如同三座大山，一直压在中国女队身上，而体操是中国体育主要项目中仅有的男子成绩强于女子成绩的项目。 女子体操总是在男子体操的盛名下生存。2006年世锦赛上，他们终于苦尽甘来，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这座永载史册的冠军奖杯，与男子体操一起获得了世锦赛的团体冠军。这次他们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几代这个体操人哈。
都没有取得过的这么好的一个成绩。那么这次呢，被他们这批运动员取得了，可不可以说他们就正好代表了我们中国女子体操队的一个鼎盛时期呢？这个队伍的组成可以说是中国女队历史上最好的阵容，最佳的组合，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们很闪光的地方，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所以最后取得了冠军。我想再仔细的请教您一下，这个怎么一个最佳组合法，是从技术上来讲呢，还是说从性格上来讲？请陆指导给我们再说的详细一点。可以说这几个孩子技术上和性格上啊呢，都可以说是弥补得很好。我们大家来猜一猜，在队里呢谁是大姐大？头一个姑娘张楠。为什么？我在电视里见过她。应该就是你回答正确啊。那因为张楠呢是我们这个体操女队的队长哈，压得住阵。那我就想问一下张楠，能告诉我们观众说你是哪一年开始练习体操的？我是1992年开始练的体操。92年。嗯。哇，那你几岁啊？那个时候那会儿5岁。5岁就开始练体操了。为了这个世界冠军，张楠付出了太长时间的等待。张楠5岁时被教练选中进入体校训练，开始了他的体操生涯。2002年釜山亚运会，在入选国家队仅一年后，张楠就获得了亚运会女团、个人全能、自由体操、高低杠冠军，一举成名。而他也在那时候开始憧憬着世界冠军的梦想。那天汇报怎么回事？我就站在那个就是不是那个缝镜旁边空了一个嘛，完还有3个嘛，完就他旁边没人，完了小鹏哥在上面，正好这空一个，完这边还有一个是小鹏哥，完小鹏哥下面，完我就在那写着我自己的名字，我写上张楠，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挂上呢？那这还有男字呢。而当人们把期待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时，他似乎总是与世界冠军擦肩而过。在2001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好像就说总是跟这个金牌擦肩而过，有这种感觉吗？基本上是每一次大赛都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从第一次参加到大赛到现在，就是说每一次比大赛的心态还有那种比赛时的那种信心。